Hello， 大家好啊！你好。那我们现在是在非洲多哥的选美大赛的现场。对。今天我们花了500块钱带李云迪来看一下选美大赛，是全是美女哦。嗯。还好 Niki 不在，不然我们俩会被骂死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非洲的选美大赛。Let's go！ 兄弟们，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Okay. 那那边的票呢，大概是100多块钱一张，这边呢就是200多一张。然后最前面呢，就是一些赞助商啊，还有一些主办方的一些嘉宾。看一下这个美女啊，你觉得好看吗？好看。好看去要电话号码吗？不要了。为啥？真敢。为什么不敢？喜欢就要大胆的追求。不要了。不要了。该那个了。你好胆小啊！那不行的。我发现这个礼堂还是有点年代了，它上面的灯什么的也都是有一些坏了的，年久失修了，没有年代感。他这个礼堂是什么时候建的？是1981年的时候建的。1981年，对。是不是中国建的？对，中国和多哥建的，看了吗？哦，还真的是中国，对，信了。今天是负责中国和多哥建的。这个酋长也来了，这么老了还要来？他们喜欢看美女吗？再老了还是喜欢美女哈。这个好看吗？不觉得，不觉得好看啊？你觉得呢？觉得一般吧。雷云迪，这个比赛是不是全国直播的？是全国直播的。那你当时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如果想看非洲美女的话，怎么办？放钱呀，用 VPN。那个叫科学上网。你知道我们在非洲如果想看中国的也不行吗？哦，真的吗？我们也得翻，不过是翻回去。大家知道我们在海外啊，很多国内的 APP 都有国家地区限制，音乐听不了，电影也看不了。所以今天呢，小东要给屏幕前的留学生还有在海外生活工作的华人朋友们推荐一款超级好用的回国 VPN 加速器，云极光 VPN。 不论是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使用，界面简单，操作也方便。这款 APP 覆盖了中国各大热门软件，而且不论 Windows、 安卓、 Mac、 iOS 都可以使用，支持5台设备同时在线，线路速度稳定，追剧看电视玩游戏不掉帧不卡顿，最重要的是加密数据保护个人隐私。云极光通过了苹果 App Store 和谷歌 Play 应用商店的商家认证，安全又方便。现在点击视频下方描述区的链接下载即可免费使用7天，注册并填写邀请码21天，还可以再免费获得14天 VIP 使用权限，购买1年还会免费再送6个月，客服24小时全天在线，7天无理由退款，在海外的朋友们可以试用看看哦。李云迪觉得这个发型怎么样？好看吗？你怎么不搞一个？我不会的。为什么？你干这种的，人们会觉得你是一个阿锤。啊？阿锤，知道吧？二锤，那叫二牛子。现在小东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多哥小姐选美大赛，让我们一起敬请期待，看一下他们这里最漂亮的是谁啊？现在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这个身穿黄色长裙的马达姆是他们今晚的主持人。哦，漂亮啊！漂亮啊！已经全部满了，都已经坐满了。太多人。Miss Togo， 这个是一个摩洛哥人，对，这是多哥这个木谷电信的负责人，摩洛哥的财团，是这个比赛的最大的赞助。对，他说他是第二杯哈，对，这个啊，对，非洲，非洲，非洲，马洛哥，Je suis Aori Afenintu Lele Martinienne et je suis diplômée d'une licence en gestion marketing. La bille là. Excellente soirée à vous. Merci. Je suis Madakumiano Agnes. 他这个评分标准是什么呢？看你漂亮吗？还有漂亮，对，然后你说的
法语怎么样？法语。对。法语。对。你的。人家喜不喜欢你？他会表演吗？对，他会表演的。Bonsoir à vous, chers membres du jury et chers public. Je suis Mensan Delefalon, étudiante en deuxième année de marketing et stratégie. Bonne soirée. Mesdames et messieurs, honorables membres du jury, bonsoir. Étudiante en première année de comptabilité en Côte d'Ivoire, je suis Tapa.兄弟们，这个25个加扣的，对吧？这个腿。是吧？这个有腿就好了。Au 55, 55 envoyez-le plusieurs fois autant que possible pour propulser votre candidate jusqu'à la couronne. On va passer à votre passage préféré. 太热了，空调很差，然后大家都在拿着扇子扇，整个现场都是在扇扇子。Je rappelle également que vous pouvez continuer par voter.还有免费穿衣服，对。我的天，第一名有这么多奖品啊！对。这个是你喜欢的。这个选美比赛还有卖啤酒的，太牛逼了！选美比赛有卖啤酒的，把他们都跳起来了！我的天哪！明明就是个选美比赛，结果搞得跟演唱会一样。现在要完事了，要完了。对，这个小哥卖水的生意很好，全场就只有他一个人卖水，全场有很多很多人。这是去年的。哇，他这个身高真的好高啊！他应该也会代表国家去参加世界小姐哈。对，是谁？中间那个是第一届那个老太太是第一届多个小姐，对，另外一个是2019年的啊，然后这个是2022。这个多个小姐也是举办了好几十年了哈，对，看这个老太太应该也知道很有年纪了。Quatrième dauphine numéro 18，十八号，好好哇，第四号，你已经中了一个了啊，李云迪的种子选手，对，这个腿是真的很细啊哈。Félicitations。Deuxième dauphine, candidate numéro 8.这真不错，走了还要把垃圾给捡走啊，这个跟其他人还是不一样的，可以啊。我说他为什么没这个吗？这个好看哈，你去问一下他，我觉得好多美女啊，其实挺多没有参加的都挺好看的。
而且身材都挺好的啊，这个女孩子长得挺乖的，身材也好啊。哎，李玉，你今天怎么样？满意吗？满意了，我特别满意，六号，我的那个六号。